阿斯七的排线，刚才我们已经把它拆下来，而且清洗过。我们现在过镜检，检查一下线路。先在显示器底下，放在镜底下，找到线路这个导角，一开始这个角，调一下清晰度。好，一路检查过去，看有没有毛或者胶粒在。这个位置有一个胶粒在。我们这时候要把它洗掉。整体的坑我可以看有没有胶粒。看到没有，这个位置黑线的这里，它不是线路坏掉了，而是有脏东西一擦就掉的。我这样一擦就掉了。整体的排线看过去，有胶点的地方全部都要把它洗掉。主要是洗线路中间以及旁边的胶。好，线路从这开头，从这一头开头，从另外一头起的。好，从这个头起，然后到这一边，这里还有一点，再把它擦一下。排线上面有毛刺，我把它擦一下，拿下来擦了一下。好，排线过镜检过完。